完蛋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怎么来？那肯定干得回来啊！完，完啦！哇，操你！哦，呀，凯洛那个 CP 来那个 ED 更难打。我刚跟 RB 打完他的 ED， 再给你大家看。你哦，评断一下你们现在情况。你跟他的 ED 打几 PG 啊？我打了大概，我想一下，大概二十场吧，我大概赢了四场。二十场四场哦，所以大概是五比一，五比一嘛。OK， 那我让你五比零。好好 ，OK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先调一下我声音啊？啊，我调了，我调了。调了吗？哎，我调了。又调一下。有了，有调了。好吗？哎，调了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推的别我啊！咚咚咚！看不得哎、欸。看老伤都已经加强了。完了，跳杀小，完啦！努力啊！哎，恭喜发财！哦。蹦蹦蹦！哎，按错！哎，容易！这什么东西？完啦！这什么东西？按错啦！乱地呀、啊！哎，你们风格完全不一样哎、欸！那肯定是啊！我是进攻型 ED 啊！靠呀！不要！靠呀！因为，哎呦，没了！进攻型 ED， 可以没了在。哥哥感觉玩台球像马戏团。到啦！嘿嘿嘿嘿嘿嘿！马戏团 ED， 没有错，进攻型的 RB 都龟龟的 ，RB 都龟龟的。哦，多大？哎呦，那对方来得及哦，那肯定来得及啊！砰砰砰！砰砰！哈哈，不累。还想乱动啊！哦，砰砰砰！完蛋，你在干什么、啊？我怎么来？那肯定干得回来啊！哇塞！哇，好像有点妙哎 ！Kimetsu。もらった。都完啦，感觉是五比零啦。不可能！我习惯一下你的攻击模式。OK。可以没得这，有比波恩他快吗？当然没有。对。砰砰砰！哎，靠边。
拉他。哦哦。砰砰砰！完完啦！哇，操你！看，你看老张加强这个好强哦。对啊。哦，哇！有点猛哦。完啦、啊，这一对决一定要给你处理啊！硬嘞！干操你个八道兄弟嘞！砰砰砰！哦哦！红下！去吧！看错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忘记孙子啊！哎呦！哎 ，Meditate！ 得啦！嘟嘟嘟！嘟嘟嘟！现代 ED 能玩啊，肯定是能玩的。噔噔！哎呦！完啦！哦！无量！你俩，哎、欸，恭喜发财！靠，辛苦吧，看，哎，靠背哦，靠衰啊，还敢不解衰啊？嗯，靠背啊，完啦！哎、欸，没解决到了、啊，哎呀，没解决到，那你死了！靠腰，哎呀，哎呀。你在干什么？躲、啊？怎么？防线怎么会摸到？哎呀 ，Game of the Day！ 哎，按错啦！哦哦，没了。砰砰砰！看到吧，快了！砰砰！哎呀！阿杜！嘿嘿嘿嘿嘿嘿！完啦！进攻型 ED 是不是比较强啊？砰砰砰！还敢不解摔啊？也不点不点。你没得罪！哦，还敢不解摔啊？砰砰砰！快！砰砰砰！砰砰砰！砰砰！哎呀，凯洛那个 CT 来了个 ED 更难打。躲躲躲躲，还敢架 Perry 啊？躲躲，我吼吼哎，妈的！哎呀，赶紧拉你回来！
都是年轻人啊，对，厉害。躲躲躲躲，哦，哇塞，等等等。行行行没了哈哈哈哈超远欸，对啊，可以啦，打得不错啦，啊，你还没打住，来来来，打个抢食啦，打个抢食，不不不哎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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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完了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完了！哦啊！哦哦！哎，靠边！还敢接招放枪啊？给没得这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会吧？这对决我感觉老伤有力耶。厉害嘞！嘣嘣嘣嘣嘣嘣嘣！完了。嘣嘣嘣嘣嘣，还敢 parry 啊？哦，躲，一打打击，咚，打他。哦，嗨嗨，完了！那啥，你在干什么？不，这个白死角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前后快的，好难粘人啊！哎呀，你还敢 DI 我啊？啊，受不了！霸凌那招不能挡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行吧？不行，他那会死掉。但是那个是挡的那个，他如果距离抓好的话，就是挡不了的。对啊，就是这个，如果在这个角度是挡不了的。对啊，因为打到穿墙。嘣嘣嘣嘣嘣嘣！哎呦！嘣嘣嘣！得了。妈的，老刚只能靠这个吃饭呢、欸，用那个可怜的下连段，蹦蹦蹦，蹦蹦蹦，咚咚，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，就干完了，咚，丢了。莫拉塔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咚！哦哇塞，来得这！金梅的贼！
多啦！老张 buff 够，老张这个 buff 感觉没鸟用。老张这个 buff 很强啊，真的。没鸟用，没鸟用。但是你没机会用到而已，不然那很强。靠北又被跳了。哦哦，这啥？难做。哦哦。哦哦。走开！咚！嗯呀！啊，慢了！这啥？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哦！还没看过他动画。真的、啊？你看有人，真的？对啊，一分钟哦。好，走走走走走！不错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咚咚！哎、欸，这啥？好了好了，六接触，干妈轻松吧，我不习惯。完啦完啦、啊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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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蚂蚁大哟跳什么完了老上的 SAE 加强很多，你怎么都不用？啊？哦、老上的 SAE 啊！我要看东西好多哎。老上 SAE 加很多哎。嗯，没事啦。多的。哦哦，绿松好快哎、欸！必然绿松超慢的、欸屁真的啊，绿松是慢的那种。哪有啊，感觉跟 DJ 一样快。屁啦！完了，哦，完啦！还没死啊？那你死了？嗯，没死就是你死了。真六个真开！恭喜发财！你在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哦哦，工具一张好恶心的，哦哦，完了完了，无量，叫什么？哦哦，哦哦，哦哦，还敢 parry 啊？哦哦。阿、啊、多，哎、欸，看你俩，我给忘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你是不是想过来？你、欸、妈的干！你好，我是看到的，我看到你有动作啊。我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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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六而已、啊。我信，我信，我信。嗨嗨。跳什么？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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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个连上面猛哎！哎呀，还好嘛，都基本的而已啊。一个赞！哦。啊，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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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得不错啦，打得不错啦。哎呀，没有你的老伤，你可能要那个了。还是下水道。不是啊，你的老伤，你啊，没，可能也是因为你不会打 ED 吧。不过我也不会打啦，就是
你他那个放倒啊，放倒之后你那边集气就超二折的、啊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，那个就是要拆啊，就是你完美配就没事嘛，然后而且那个是气功判定你也过不了啊。然后对 啊, 对啊，那个那个东西目前就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 ED 强就是强在他角落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就是强制拆，对啊，就没办法。对，你 Perry 他也有可能会过去摔嘛，就是对啊，你 Perry 可能会过来摔，不然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偶尔按一下 Perry 嘛，他有时候会 Perry 过来摔嘛，对不对？他过来是负的，你就是偶尔按一下 Perry， 或者就是完全不动，然后看他会不会过来，过来就打他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目前。我刚才想说，要么就是被拉过去，就直接再让他折一次，就拆啊，对啊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你被拉的话，有时候低反好一点了、啊，不然那个正式贴脸上有点烦。有时候你就把它当莉莉的风这样低反掉。哦，低反可以哦，对，對啊、好像可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、哦，我是觉得可能要低反掉会好一点。我自己还没有打过特别强的 ED 啦，因为我自己也在玩，然后我也是在熟悉他的招式而已，我还不确定他的对车怎么弄比较好，但我觉得低反是好一点。大家看你打上去应该就遇到强的了。嗯，应该会啊，就之后开始打 rank， 我今天就还在熟悉一下招式。嗯，哎呀、啊，完了，老伤没救了。可以啦，老伤很强啊，我刚看被你接那个很帅啊。